见内网络热门吹地下视频。可是我什么都不会。谁说的？你不是还会吹吗？嗯，吹笛子呀。沙溢老师一看就是会吹的，他吹了个音阶，姿势不错。一只手拿的笛子我还没见过，而且这个音色好像是箫。这好像是箫，箫吹孔在这里，这儿是没有吹孔，所以这个乐器叫做骨笛，但它为什么会出来笛子的音色呢？我觉得这儿不太顺，这儿这里的确转得有些生硬，我这样改您看好不好？果然是美妙多了，不愧是大家，不愧是大家。手指好像摁到了模孔上，就是这样。四竹精，又是你，哼！梁老师的嘴为什么没有对在鼻孔上？姿势还是蛮规范的。